北港工艺坊上新的展览是石英彩绘特展，由北港在地青年画家苏俊硕所创作的作品，内容包括油画、水彩画、电脑画图等等，每一幅图拢充满怀旧北港在地风格。展期到12月31日，欢迎民众前往来参观。不管是油画、水彩、素描，用的色彩和风格都让人想要停下来看。这是北港工艺坊上新的展览，展出苏俊硕的绘画作品《石英彩绘特展》。我们这次展的大部分都是以油画，还有就是素描、水彩这一类的展览。那我这次有特别追加电脑绘图的一些作品，把它带过来呈现这样。比赛展览的作品，那一部分是那个跟土库之前帮土库做土库印象的创作。苏俊硕原本是读木工相关的科系，读册期间无放弃上佳的画图，后来学业完成了后，就将家己学到的专业用伫画图顶。伊所喜欢画的内容并无限制，但是特别喜欢怀旧以及甲北港在地有关的人事物。原本我因为我大学是主修木工系嘛，对，那以前在学校所学的都是跟就是家居设计、装潢设计这一类有关的，对啊，所以我对绘画这刚好把学校所学的这些技术拿来跟我原本对绘画这件事情做结合，北港的印象或是对这个怀旧的印象，让用画的方式去让来观赏的人有所共鸣。这次展出的作品除了包括苏俊硕曾经参赛的画作，也有甲土库青农林家良所合作画出来土库印象。作品的人事物经过苏俊硕的画笔之下，表达出独有的特色，也结合了很多我们北港当地的一些文化历史的特色。老师的展览一路到12月底，那很诚挚的欢迎大家说可以邀请相关艺术品的同好啦，或是西家代眷，可以在参访北港的同时呢，也可以来我们北港工艺坊。土库的老街啊，或是一些店家，全部都有逐一都把它画出来，也有呈现在我们土库的一个美丽，欢迎游客来到我们的北港的工艺坊，来这边来参与我们的苏老师的所画的画。这次展览到12月31日，在1月开始只要在参观打卡，都会来赠送神秘的小礼物，欢迎民众做好防疫前往参观。记者丁贵族差不多。